嘿，阿飞，阿飞，阿罗是你，嘿，我一台车哥，请你处理一下。啊，什么车？啊，哪车哪？不是我车啦，不是这车哦。我是讲你带的，哎，真正爱换掉啊，讲。靠背。哦。就是一台信交的车。信交哦，一台小姐，你要不要信交？对。哪一台哦？哦，啊是安怎？啊，伊的皮椅啊，就小寡歹看啦。歹看哦。请你来处理。用较水的哦，好，接来去看卖。哦，啊，这台哦。哎呀，就这台啊。这台。伊啊伊啊！哦，来哦，咱拍开看卖。这有影啦，英国风嘛。即摆在小姐讲要成交嘛，就是即台用个水，即同款处理甲考察拢同款，先洗过哦。处理冲脱后再送。你要讲即个嘛？啊，啊，这一百嘛有，我恁看一下，哇，好，一抓。咱即摆要处理是啥物事哦？咱即摆要处理喷漆。啊，你即个哦，你是咪喷的就无多洗啊？嘿，对对，所以咱即摆先洗好清气，然后我来准备计时。其实也就水啊，你看，哇，色差有没有？对啊，啊，这个都是要洗过，对，都要洗过。这个有没有用卫生纸？哎，这个不用啊，无啦，这个免啦，你喷漆之前还用。就讲你的固定的量都是。哎，这都被你们发现，我固定量都两张就够了。啊，这有什么安尼呐？这种是咱上下车，我们进来一定会先做到的，这边会磨到的，所以就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情况，就容易一滴露一滴露，露到危机的。车窗吗？不是啦，卡通一滴油，无啦，没有啦，是上下车磨到的地方。处理好啊，啊，再来了，要来进阶啊，因为要喷漆嘛，啊，你要看哦，看有没有表面有没有破损，如果有破损，要先补树脂，再去喷漆。哇，是啊，树啊是啊。嘿，树脂，这我利用的量啦，我利用啊，量啊，不是啊。可以啊，我是用树脂，就是要把稍微裂开这个，稍微把它补起来，好，这个就。就这样补过去，嗯，好，补啊得啊，补起来那得啊。记得这个不用太厚，补上去如果太厚，是不是有一个高低差？喷起来你就会看得到了。一层不行，你就等一下干了，我们再补第二层，这样就好了。其实这个一样，把它吹就不用等那么久，比较快干。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漆的颜色，哇，这样就干了。弄个颜色给你瞧瞧，给咱来去交铲。来，今日来交铲嘛，来，啊倒落，我无提胶的，我来吹一下。灯抓前面吼，台湾出毒蛇，台湾我毒蛇，飞机枪、牛角花、八宝啊、火炸弹、大尾啊，两只俩小加，加输的两台，加，啊！这款偌济，头家，这是乌色的蛇，流落来血。你是讲啥？叫啥？白蛇，这蛇，无啦，这是红的在抓血啊咧。哦，啊，无啦，这交惨。来，红的跟黄的，哦啊，不要太多，就几滴，就。平均就好了，调出来的颜色就差不多跟拿铁差不多。调给今天卖的是拿铁吗？这个贵哦。哦。对，凭印象嘛，接近了，可是就是要确定，要很更接近，所以我们就要去车上要稍微比一下。车上比如说，我先点上去，是不是不一样？颜色哇，太浅还是太深？这样是不是有点变太黄了？啊，所以要再调一下。所以调这个是其实是很费时间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你如果只有单独一片，是不是一定要很接近？嗯，如果整片都喷，可能就也要不要差太多了啊。所以你就注意看哦，其实这个看得出来端倪，有些像这米色的，它会偏比较红或者比较黄。嗯，好，其实都要稍微先看一下。那这个漆它是水性的还是油性的？这是水性的。水性跟油性有什么不一样？水性的哦，跟油性，油性都像喷漆一样嘛。你看家里的漆，人家也不喜欢那种。油性的，因为油性有尬笨啊，你看哦，车子跟房子密闭空间更小，嗯，所以用油性的反而有味道啊，对身体有害啊，所以水性的卡厚，卡环保。对，再来就是秘密配方的，没有跟人家讲。等一下我用一个那个咖喱来密坑来对，差不多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去加点水。啊，几杯啊？这我这特调哎，科比特调哎。哦，爱比星巴克个贵，这一杯要300。啊，这单啦，这单啦。谢谢啊，卫星座啊。这不卫星座啊，这丝袜，考察嘞我，讲过，讲丝袜总共几张签过诶。其实有些网络人家不是收购那个丝袜，人家真的是有用的，不是拿来干嘛？是拿来要干嘛？我知啊嘞，这个是要干嘛？过滤，
比如说有杂质啊，是比较大的颗粒啊，倒下去是一个过滤的，这样才会把杂质滤掉。一样啊，这喷完，因为它是水性嘛，顾名思义水嘛，所以赶快来吹好大，较紧大。如果啊，你安尼喷啊，你也刚刚喷不过去，就是表示什么？刚刚补的没有补很好，就是再稍微补一下就好了。它这个不能喷太厚，你知道吗？喷太厚会一样会流鼻水，因为它水嘛，你喷太多它会流，这样一横一横的就很丑。所以让它薄薄一层一层，这个就是不只是说一二三四而已，五六七八也要做下去。就是最后一层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修饰刚刚没有补到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虾。这就辛苦接过来。哇，你看安尼，你看安，没有这一样，这就是树脂掺水，我要再把它喷一层上去。这可以，啊，这也是过了一两年掉了以后，那这个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一两年后又掉了，再来看。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一样再喷一次就好了。万一你一年两年后又破去啊，哇，破去就无多啊嘛。其实为什么要喷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价赔，你去换有可能换到俗价的，好啊，那你就自己斟酌。看你是爱价赔，还是爱合成皮。好，你摸看看，搓搓吧。小瓜搓搓。就好啊，其实坐坐就好去啊。对啊。好啦，今天传教士传到这里应该有清楚吗？如果没有清楚的话，一样可以留言，好，我会一一的回答。如果要我特调的咖啡，也可以留言，我再调给你们，给你们喝。啊，加明的味道是不是，还有加哦，加明的味道你嘛买哦，嘛解晒。好，迄个小加明的较小。对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记得哦。好，拜拜。隔壁，啊！你即摆要做星巴克呀？对啊，我本来是讲要调酒，啊，你要饮咖啡啊，我咧要调一杯咖啡。哎呦，对啊，花式失败，对不对？我再试，对，可以了，怎么样？这个啊，走出来，真的很像咖啡啊！真的要卖咖啡了啊！请学弟喝一下。哇，谢谢学长，谢谢学长。特调的，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哦。能抓出名咯，台湾出国都抓，不是台湾出都抓，台湾我都抓。能抓出名咯，台湾出都抓，台湾我都抓。牛，哈哈哈哈哈。